早上好，这一讲我们学习第四段的前两个动作，左右下势独立。先看我们做一下这两个动作，从左蹬脚开始，左下势独立，先是扑步下势，扑步撑掌，然后金鸡独立，落脚换式，又金鸡独立，好，停。这两个动作难度也稍稍大一点，没关系，我们一动一动的来学。从蹬脚开始，第一动收脚勾手，右左腿屈膝回收，收到右脚的小腿内侧，同时上肢的右手微微理合变勾手。好，左手呢停在右肩前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然后屈膝半蹲，把左腿向前直出开步，这个时候右手左手落到肋前。好，扑步下势穿掌，左手筋腹前沿大腿向前穿出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从收脚勾手，微微理合右手，屈蹲开步，下落到肋前，扑步穿掌。好，再做一次。初学者，如果您的柔韧性不够，可以不用蹲，蹲得很低，一、二，主要是折屈髋关节，然后往下全蹲，达到扑步。下面前脚掌外撇，重心前移，前手调掌，后脚内扣，同时把勾手臂内旋，使勾肩向上变为反勾手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重心前移，前脚外展，后脚内扣，后手旋臂成反勾。再做一次，从前面开始。好，一屈蹲开步，松腰松胯，全蹲下去，穿掌勾手。下面重心继续向前移，然后提起后腿，同时右手向前做调掌。好的，屈膝调掌，脚尖自然下垂，很好。好，停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左下势独立，一收脚勾手，屈蹲下落，穿掌不要停，继续向前穿，头引胸，胸领腹，然后再提起腿。左金鸡独立，左手按在，好，可以停，左手按在左胯旁，右手手心向左，左调掌。好，下面再做一次，从蹬脚停开始，一去开步下势，穿起变勾手反勾。好，继续提起，这是金鸡独立，一手上提，一手下按，然后一腿提起，全身独立，所以这个姿势好收，这个姿势正好如金鸡独立。下面呢，再做第二式，第二式我们转过来，从这开始，右独立下势，先是落脚，右脚下落以后，左脚以脚掌为轴做一个拧转，调整一下步伐。好，再看一下，落脚拧转，同时左手捏勾。好，
这是一个衔接，很重要，要把它做清楚。屈蹲，落脚，脚前掌，拧转，左手捏勾。好，轻轻提起右脚以后，再向前铲出粗步，右手下落，经肋前到腹前，再沿着大腿内侧向外穿出，摆脚，扣脚，旋臂反勾，提腿，金鸡独立。好的，这两个动作呢，动作是相同的，只是向方向相反，所以学会了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比较简单，我们再多做几次。落脚，屈蹲，放松，下沉，捏勾手，提起以后再向前伸，下落，蹲，节节贯穿，连续不断，头领胸领腹领腿。好，这个定式是膝与肘相对，手与脚相对，肩与髋相对，这样做到三合，这也就是我们太极拳外三合。好，停。现在我们把左右两式连接起来做一下，从最后一个蹬脚，好，收脚，这是吸气，呼，好的，向前穿掌呼，然后向上起的时候吸，最后独立呼，落脚，吸气，提腿向外穿出呼，好，注意气法，吸气，金鸡独立，调掌提膝，呼，停。那么金鸡独立这个动作虽然是直立的，但是呢，下面支撑腿也不可以过于僵直，太极拳没有完全僵直的动作，仍然要保持微屈的状态。好，我们多做几遍，从蹬腿开始，收脚，这里不要点地，直接踏出去，由肋经腹经大腿内侧向前穿，起，提腿，这个两手，手和腿好像粘在一起一样，不分离的，起，走，调掌，两手一上一下，一挑一按，好，停，好，这个动作由于比较复杂，所以我们多做几遍，请二位领着大家多做两遍。从蹬脚开始，好，收脚，对，我们屈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松的是髋关节，只有髋关节放松才能做到完全屈蹲下去。好，身体要转正，膝与肘合。好，走，继续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下蹲的时候，膝关节外展，对准脚尖，千万不要内扣。好，折胯，很好。起，头顶立直，整个身体要挺拔。好，手放下，停。好，最后我们转过身来，不要忘了呼吸，配合呼吸，我们再做最后一遍。收手，勾手的时候吸气，呼向下，穿掌起，吸气，变勾手旋臂，提腿，呼，对，脚尖自然下垂，吸，呼，身体正直，不要前倾。对，身体保持正直，吸气，呼，目光平视，远望，好，收，停。